被称为台湾王爷总庙的南昆生代天府，位于台南市西北方康朗山的虎峰，在全球它是最大的王爷庙，在全台湾它是规模最大的庙宇建筑之一。这里既是旅游胜地，也是最古老的五府千岁的信仰中心。南昆生代天府建庙历史已有300多年，香火非常旺盛。据工作人员介绍，仅去年香客就超过600万人，游客总数则超过1000万人。据介绍，每年农历4月26、27日是李王爷与范王爷的诞辰，也是南昆生最热闹的王爷祭。除了本地信徒，各地王爷庙都会组团前来进香，鸡童与各式镇头形成大会串，颇有互相较劲的意味，蔚为奇观。人民电视台南报道。